这一运动员的历史。哇，好，我在场上看到这个用欧巴的非常明显，在中左外野，哦，不止欧巴，真的欧巴，哇，最后是出去了，这是一个全垒打。所以看光有速度还不够啊，这我们的台湾大学的这些，应该说文化大学了，我说台湾大学生的这些强棒们，完全没有在惧怕。我是觉得可能巨人队会比较都是巨人，我要讲是独卖巨人，独卖巨人会比较泄气的，会是因为昨天的人比赛完全。